做头发。笑啥？又做什么呀？洗水烫。你看里边那点钱不够了，好像。那就先做，一会儿再说。怎么突然之间想起来做洗水烫了？小姑娘不都喜欢吗？想当渣男。是吗？你喜欢渣男吗？我不喜欢。那你喜欢啥呀？我喜欢成熟稳重型。那成熟稳重整啥发型啊？地中海呀。啥？地中海呀。行吗？你真没把我当人呢。啊，多成熟啊。那我能出门吗？多成熟稳重啊。不是，你真是把我死里整是吗？行行行，你真是损种。怎么？哎，怎么说话？自我一脸。怎么说话呢？啊？怎么说话？你打击报复啊？哎，别碰我，趁机占我便宜是不？我抚摸一下你的小脸蛋儿。行行行行行，给你擦擦，来给你擦擦。哎，我别，我自己擦。我自己擦，来，害羞、啊。你最好好好给我擦。你害羞啊？我没，你最好好给我擦。你别动、啊。你耳朵红啥呀？嗯，我红了吗？耳朵通红啊？不可能。耳朵通红，你自己照镜子看去。是吗？耳朵通红。啊、哦，天有点热，天有点热。不是昨天跑啥呀、啊？害羞。是吗？人太多了，你老往人腿上瞧，要不然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真来吧。你看，你看你脸又红了，给你机会你不知道把握。行行行，今天，算我栽你手里了，你等改天呢、哦，你等改天。怎的了，走？办卡、啊。多少的？1000块钱的。你直接把我店给你得了。不行。我害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有命挣没命花。